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是原厂的这个保护壳。那原厂的保护壳呢，这一只是16的，所以比较小。那我是觉得它的按钮呢，就是比较紧，比较不好按。然后原厂的这个按钮，这个相机的呢，也是比较小的，但是按压非常好按压。哦，然后会比这个搭配或三胞胎的这个接触面积会小一点。然后整体而言，就是做工这个边摸起来都很舒服。那底面的话就是它一样是有开孔，不过我觉得要小的手机原厂透明的就是非常的推荐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跟各位讲，大只的话你们可能如果要抵这个底面就会比较刮手。好。